二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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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宝宝，宝宝，老师，老师，说一说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这个小朋友见面了，然后这个小男孩跟小女孩要问什么呀？你好。对，小女孩怎么回答呀？也说你好。也说你好。对了，然后呢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阿姨，对，或者是他的老师，他要打招呼，说你好。你好。对，老师也回答他你好。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叔叔，这是他们家的一个邻居啊。他要说你好，然后叔叔怎么回答他？他也说你好。对了，这是他回到家了，看见妈妈了，他跟妈妈也问好是吗？他也 说妈妈好，我回来了。你好是一个懂礼貌的词啊，你好是一个礼貌的用语。是啦啦啦啦啦，打招呼。打招呼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点点头，你好，点点头，你好，握握手，你好，握握手，是谁有礼貌？是谁有礼貌？我们小朋友，我们小朋友，再念一遍吗？你好，点点头。你好，点点头。你好，握握手。你好，握握手。是谁有礼貌？是谁有礼貌？我们小朋友。你好，点点头。你好，握握手。是谁有礼貌？我们小朋友，你好，点点头，你好，握握手，是谁有礼貌？我们小朋友。